一名网友在高雄拍下雨中身穿白袍的医师为坐在轿车后座的患者看诊，并将影片发布在 FB 社团，爆料公社二社。网友说，等诊时突然下起大雨，护理师叫号一直没有回应，撑伞的小姐进来跟护士说，没关系，下次再看好了。医师知道老患者行动不便，在车上躲雨，立马从诊所淋雨到车上帮患者看诊。医师温暖的举动令网友表示，冷冷的雨天却暖到心坎里。